我不累，我不累，就是上午，就是下，上午下播的时候，把手稍微割了一下，然后就停，休息了一下下，然后就稍微那个了一下下就好了，等会儿就后面就好了。中午还好，我还能接受。欢迎大家，默默挺好的，没事儿。咱们一起动动我们的发财手，点点关注，一起动动我们的发财手。我来自湖南郴州，然后目前在深圳宝安上班。大家喜欢主播的话，点点关注，亮个灯牌，一起动动我们的发财手，点点赞赞。然后把榜上的兄弟姐妹们点点关注，一起大手拉小手，抱一抱，一起大手拉小手，交个朋友，交个朋友。来的就是能聚到一个直播间也是缘分，对吗？辛苦一直点赞的所有朋友们。这人说的，我手不疼了，那个时候有点疼，你还是叫我妮妮吧，美丽风景哥哥，你叫我妮妮吧，叫我妮妮。那个时候有点疼，现在好了。一个月工资有多有少，然后多劳多得。大家文明用语，相互尊重，然后你们称呼我的时候叫我妮妮就好了，不要那么称呼好吗？我感觉好别扭啊。因为就是因为有时候握片刚好就是中指嘛，中指和拇指这两个手呀，它要握片嘛。如果刚好就是这两个手伤到的话，就会影响工作，其他手指头都没事，就手指头不能受伤了，就是那样子的。过年，这话说的，不相信。没亮灯牌的咱们今天第一时间把灯牌亮起来好吗？谢谢大家，把灯牌亮亮，欢迎你们。那个。是不是还有个加热台没用啊？先我用一下啊。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酒精它不能碰到手，就是受伤的地方不能碰到手，要不然会很疼。这个是可以。嗯，还好吧。对，上班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长，但是习惯了。灯牌的话，把左上角的黄色爱心点亮起来，它要一斗币，一斗币才可以把灯牌点亮起来。嗯，对，它是公用酒精，然后清洁这个产品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感谢道道。谢谢道道，这是什么？爱的启航，谢谢道道，我都没见过。感谢道道，谢谢，谢谢您的爱的启航，谢谢啊。感谢道道，谢谢您的支持与厚爱，谢谢啊。谢谢道道。嗯，对，贝勒爷现在已经是五级灯牌了。为爱启航是吧？哦，我都好像没见过这个东，这个礼物，很漂亮，谢谢。欢迎你们，谢谢道道，谢谢大家的停留与鼓励，谢谢大家，欢迎你们。惊喜来得太突然，好像有点措手不及。我正准备去截图。嗯，对，公用酒精不能碰伤口，因为碰到了会很疼，就好像那个伤口上撒盐一样，是那种感觉。欢迎大家。辛苦右下角一直帮我点赞的所有家们，嗯，对呀，太突然了，我都不知道。
谢谢大家喜欢，谢谢大家停留，没点关注咱们记得点个关注，然后动动我们的发财手点点赞赞，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。美丽风景哥哥请叫我妮妮，请叫我妮妮，默默是我闺蜜，你要是那个的话，我们来到直播间的话就是相互尊重文明用语好吗？对，医用的可以，但是公用的不行，公用的不能碰到。欢迎大家，感谢美丽风景哥哥，谢谢哥哥送来的亲吻，谢谢。欢迎传说，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，梦想着了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，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心田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，宁愿相信我们今生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感谢传说，谢谢哥哥送来的棒棒糖。嗯，对，默默是我现实里面的闺蜜，我是水风哥哥，然后无话不谈，以前我们在一起工作，后来我们就变成了非常好的闺蜜，然后无话不谈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闺蜜。我是随风哥哥，在你们生活中你们有这么好的闺蜜吗？我估计你们没有吧，或者是你们在生活中有这么好这么铁的哥们吗？欢迎你们，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们，家们点点赞赞，点个关注，然后动动发财手点点赞赞，没有是吧？羡慕吗？我问你们，羡慕有这么好的闺蜜吗？不羡慕，我只同其实我觉得有个闺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比如说当你有什么事情需要讲解，或者是有什么心声需要表露，或者是想跟谁谈谈心事之类的话，可以跟她谈一谈，然后他会跟你一起讲解，他有什么事情他也可以跟我讲解，就是那种感觉，相互的那种探讨唠嗑。大家好，我是做液晶屏幕贴膜的，来自湖南郴州，茫茫人海中刷到就是缘分，咱们喜欢主播的话点个关注，亮个灯牌，一起动动我们的发财手点点赞赞，相互可以依靠。嗯，还好，欢迎纵之成成，如果对妮妮好，他不干，不会啊，我们就是我们那种的话，就是两个人都希望对方好，都希望他好，他也希望我好，生活很苦，有你们的陪伴很甜，即使有坎坷也要笑着面对，因为一天很短，每天都不会重演。我是做液晶屏幕的，我发现我每天都重复着一样的话语，不知道你们听烦了没有。
先努力优秀，然后再大方拥有，拥有。所谓生活有所为，有所期待，然后再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不管再苦再难，笑一笑。我觉得人生就犹如一面镜子一样哈，你对他笑，他就对你笑，就是那样子的。每次看到你直播间，人都挺还好，往事随风。还好，有时候你看现在就不是特别多，现在有60几个人，欢迎大家。